你们知道吗？现在的迷你学院以前可是驯兽场，传说这里每晚都会有一阵阵怪兽的哀嚎声，不少学生为了见见怪兽的样子而冒险找进入神秘驯兽场的入口，但是都在寻找的途中突然消失了，听说是被怪兽吃了。有没有想要和我一起去探索这个秘密呀？我妈喊我回家吃饭，先走了。小奥，你和我一起去吗？我只相信科学，放手。是小胖的薯片，难道刚刚是怪兽抓走了小胖？是小胖的薯片，难道小胖？小胖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大家快来看看！看来小胖就是被怪兽抓走了。大家愿意和我一起去拯救小胖吗？我愿意，我们也愿意，把我也算上。你们先下去，我去给你们找帮手。那我们准备出发吧。我才不去呢，下面可都是怪兽。啊！救命！麦斯，快起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伙伴们，我们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。看来我们听到的吼叫声就是这大家伙传出来的了。让我查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。该档案属于迷你学院 S 级机甲档案。什么？迷你学院的机甲？该档案属于迷你学院 S 级机甲档案，目前无访问权限，请前往进行身份认证。看来只有进行身份认证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就让我这个天选之子去试试吧。你好啊。你是谁？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福乐，我们是来自迷你学院。哎呀，再聊聊嘛。不好，他要离开了，看来得用这个方法了。认证成功，启动档案。血龙特工基地为迷你特工学院 S 级机甲，执行能力五星，攻击能力三星，主要承载基地作用。啊，福乐，你怎么样了？福乐，这是怎么了？他是因为强制与我进行身份认证，导致能量消耗过多，晕过去了。血龙特工基地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在很多年前，一股来自外太空的神秘力量降临到恐龙世界，让部分恐龙变异成为了机甲恐龙。由于对强大能量的使用不当，导致机甲恐龙发狂生病，数量骤减。在濒临之际，一位神秘人出现，教我们如何控制自己的能量，并在我们身上设置了身份认证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，我想这点资料能帮到你们。是什么东西？我这是在哪里？啊，你是谁？我是提拉卡，是跟驯龙特工机。嘘，不要出声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等会就找机会把我带出去，这个拿好。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终于安全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和你在一起？我的朋友呢？说。好好，都告诉你。你好。你冷静一下。我知道是谁把你孩子偷走了。就在刚刚，有四个这样装扮的人进到你家，把你的孩子带走了。我想阻止，还被他们打伤了。就是他们偷走了你的孩子。福乐，你在哪里呀？啊！啊！麦斯。恐龙体内有着强大的能量，如果我都认证成功了，
那我岂不是能成为这世界的主宰者了？有办法了！打吧，打得再激烈些吧！为什么这只恐龙只攻击我们呢？住手！无论你快想想办法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无论用这个，收到。还好弗勒你及时出现了。提拉卡，翻译一下。这位霸王龙妈妈说，有人指认你们是偷她孩子的强盗。就是他们偷走了你的孩子。什么？师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他干嘛冤枉我们呀？糟了，难道他看到了资料的内容了？什么破资料？我的资料！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住手！这是我的东西。东西是我捡到的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的？废话这么多，拿来吧！松鼠，我的资料！别急，完蛋了！启动认证系统，资料匹配中，配对成功，认证成功。什么？认证成功。你怎么会这样？我猜测是刚刚那强大的冲击力激发了你们之间的认证系统。什么？我居然和你建立了认证关系？我想成为超级机甲的梦要泡汤了，都怪你恶人先告状。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这样？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。闭嘴！就是你的错！你怎么捉我了？资料怎么在你手上？你到底是谁？这破东西你想要，那就给你好了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麦斯，快打开看看！这次怎么一直在闪啊？啊，麦斯！哦，资料还在。超级机甲炫龙王？什么？是超级机甲的消息？快让我看看！炫龙王集合五种正义的力量，发动出最猛烈的攻击，碾压一切。超级机甲好酷呀！当然了，这可是我的偶像。啊啊！得来全不费工夫，等你们集齐机甲，我再将你们一网打尽。看来很快就能和老朋友见面了。为了超级机甲的消息，我愿意与你们暂时结盟。不用了，我们走。哎呀，别走啊！愚蠢的人类，就让我帮帮你吧。愚蠢的人类，就让我帮帮你吧。去这里找到特雷斯，并想办法控制他。有办法了，就救救我！启动应急系统。特雷斯，你警惕性太差了，你就好好待在这里吧。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你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找过来了。奇怪，特雷斯呢？我在这里，布拉卡，在这。特雷斯，难道真的不会再有人发现我了吗？这石头的花纹好特别呀！启动认证系统，认证成功。特雷斯，这是怎么了？救我！糟糕！可恶，又是师兄捣的鬼！你
愧是特雷斯，这都被你逃出来了。特鲁斯，请加入他们，等超级机甲出现就立马通知我。收到。要不要我支个招给你啊？又是你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放开我。迷你特工队你们真弱。特古斯，你还好吗？特雷斯，他这是怎么了？特古斯估计受过很严重的伤，导致他脑中存在淤血。这不会就是你那位好朋友吧？是的，就是他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特古斯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！特古斯，我们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吧。奥才。特古斯，你清醒点，他不是奥仔。你们跟我来。我们一起上。黑暗闪电，超级机甲你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你出来你就毁了这些机甲。在那场战争中，所有的机甲恐龙都受到了伤害，特古斯的操控员奥仔为了救特古斯牺牲了。启动认证系统，认证成功。好久不见了，特雷斯。大家快来，资料又在闪了，是不是有超级机甲的消息了？机甲升级，超变雷龙机甲布拉卡，超变炫龙机甲提拉卡，超变鲸龙机甲特雷斯，超变炎龙机甲塞拉斯。为什么小奥他们没有进行机甲升级呀？因为他们还没进行身份认证。特古斯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战斗吗？我。我。我不愿意。特古斯，过来。特古斯怎么会和暗龙王一起？资料拿来。休想从我这里拿到资料。是。黑暗闪电！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看我的炫龙导弹！没用的东西，看我的！金龙盾牌，不好，保护罩越来越弱了。交给我吧！收手吧，暗龙王！少废话，资料拿来！是资料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糟糕，千万不能让他拿到资料了。明白。炫闪激光，雷闪激光，金龙攻击波，极寒光束，电光加农炮。加工。只要心存善良，勇敢坚强，正直无畏，超级机甲就无处不在。小胖，那天晚上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傍晚回去的路上，被我妈抓到我偷吃薯片，还打了我一顿。